你看看我们家的西红柿已经长这么高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种菜朋友小麦杨子呀。今天来摘西红柿了，我们家的西红柿已经长得老高了，太夸张。我们上一季的藕田现在变成旱地了，水田变旱地了。今年摘西红柿，这是上一季的藕，你看这个田埂边上都已经长出来藕叶了。这个，这两天天晴了，这片水田终于干了。今天过来摘西红柿，有人买我们家的辣椒苗。老爸说这个孔里面有黄鳝。有挖天坑洞。你把天坑挖短了呀。哪儿一个孔？这里有个孔。哪里有黄鳝呀？豆豆呢？看到那块的？我摸到软软的嘞。我姐姐摸到一个滑溜溜的，应该就是黄鳝，挖不出来了。要把田给挖断。太夸张了，我会不会把它刨出来？刨不出来。我把捣混了，它会不会出来？不会，除非用一个诱饵把它引诱出来，不然它是不会出来的。算了，让它自己在这里面活命吧。一根药它也没用，哪还一根？两根也不够一餐呀。嗯，这里面也有个洞，这洞里面也有黄鳝。哎，那个虾呀，冷虾。哦，听到。龙虾哎。啊、哇塞！你好，我姐没发现，有个龙虾，哈哈哈。你哥哥为什么？他不是藕的，他橘子的树里面。哇塞！看我们的黄瓜长得这么快了，又要开始绑第二次绳子了。我们这里春天雨水很多。土壤里面比较潮湿，一栽了之后就不需要再怎么给它泼水，加上我们是带营养土地栽的，所以我们一栽了之后它的长势会特别快。这个黄鳝肯定挖不出来的，你还是放弃吧。看我们的黄瓜，两天之后又长这么高了，大概又长了差不多10公分左右，长得好快呀。这个黄瓜你看已经结黄瓜了，这是第一批黄瓜，是不是长得很快的？它还是要授粉成功它才能够做得住果。这里还有一个，看黄瓜，看到没有？黄瓜后期我们也要给它打枝的，就是前期育苗的时候它长得比较慢，等后续地栽了之后它的长势非常快的，长得好快哦。你看看这个阶段开始它们就会疯狂的生长，我们每天过来看看就会发现，哎，怎么跟昨天又不一样了。它已经牵藤了，这个藤看就往这个支架上去爬，这样它就爬在这个支架上就不会倒了，这空间就足够它去利用了。看我们这个苗长这么长，这个还不算高的，还有比这更高的，我们栽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睡着栽，把这一节埋在地里面，这样冒出个头，这样这部分茎会长出很多根系，这样它的根系会很粗壮，后续它长得也会更好。哇，好多白白的根系啊。我们把窝子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就只需要栽了。一个锄头下去就是一个坑，株距之间应该差不多是35公分左右，行距也是35公分左右。现在已经晚上7:30了，你看青蛙都已经在咕咕咕了。这是我们的大西红柿，到时候我们地栽的时候只能把它打个圈圈埋在地里面，不然太高了。你看看我们家的西红柿已经长这么高了，这个西红柿马上都要开花了呀，有我的腰这么高了，这么高了，现在还没有地栽，今年真的是绝了。这个营养钵自地栽之后就没有给它浇水，你看这个泥巴好干呀，如果给它浇水了长得会更快，没敢给它浇水，长这么高呀，这么高。老板，窝子全部打完了。打完了，要栽啊！我给它栽啥时候了？你要给它做这个硬杆子，栽不够稳当。
我给好远远，真是我给好远远。我们这个西红柿长那么长了，这应该有差不多50公分左右吧，50-60公分的高了。大西红柿，无限生长性的大西红柿，打叶工。大叶工，大叶工，你看找不到大叶工。天都黑了，青蛙也在叫了，我们还在干活呀。我们终于要收工了，现在是晚上8点钟。我看到了。这个黄瓜肉眼可见的在往上蹭蹭蹭蹭蹭。哦，它肯定上。长得好快啊，几个小时又长了一截了。长得真的好快、啊、你看。刚才周边的居民看到我们家的这个菜地，他说每天过来发现我们家的菜地变化都不一样，之前前两天还是荒地，现在突然过来一看，哎，绿油油的一片了。现在这个阶段蔬菜会长得特别快的，一天一个模样。现在准备回家啦，大家都已经看不见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走。吃饭，回家的脚步总是飞快的。收工了，回家好开心啊！周峰，你到网上买的吗？哦，不好用啊，不好用。不是不扎实，用都好用，可能很滑。啊，松垮垮的嘞。啊，松松垮垮的哦，它就是，它也还不扎皮，啊，就是软很的，是呢。你弄虾米炒有事啊哟？没，他们吃过的。好，老爸的龙虾，这个龙虾没弄的吃，估计有些又要死了。当当当当，竹笋炖猪脚，好香啊！你们闻不到，但是真的特别香。这是已经晒干的竹笋，用水泡发过的，然后再跟猪脚一起炖，流口水了。啊，哇！没有吧？不是，我不要竹笋。是啊，老爸他居然不吃竹笋，他只吃肉，挑食的老头。我们的晚餐，这个是红苋菜，看到没有？红色的汤汁，泡米饭吃，好好看，又好看又好吃。红苋菜我特别喜欢吃的，你们喜欢吃吗？红苋菜的米饭就成红色了。老爸怕茄子。你看茄子已经被关了一天了，它现在很兴奋。这是它的笼子，你看这高有1.25米，这是它的房子，给它搞了一个很大很宽敞的房子，它住进去的话就比较舒服一些，大概到我的胸腔这里。红苋菜是好看，给你们说个谜语，红叶叶包红饭，又好吃又好看。鲁金家红叶叶，你们猜是什么蔬菜嘞？如果这还猜不出来，那智商有问题。吃啤酒，吃啤酒了哟，再见。王师傅又喝啤酒了。这个是姨妈做的干鱼，这个很香很好吃，可以当零食吃，在嘴里面咬来咬去一直咬。冰啤酒好吃的，冰啤酒。行。怎么样？好吃，你看那里的，要好吃。又有骨头汁了，茄子，多吃点啦。多吃点喽，长胖胖。赶紧写。好看吗？哎呦哇！长得好大了，那个鸡都可以出去溜达了。
哇，好多鸡蛋啦！现在吃过了。